Vogue 的网友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 Rise 周震南。我觉得是猫吧，对。啊，周老师，对对对 ，It's good， 这个还挺不错的。在昨天晚上，是因为我们组合的新歌，对，在写歌，对，然后我们在一起创作，然后昨天晚上，所以不小心熬了一下夜。哦，没有这种颜色，就是它太多色彩了，彩虹五彩缤纷的，就是有蓝色，有黑色，也有红色，也有紫色。然后 Michael Jackson， 还有，最近有听 Billie Eilish， 还有一些老歌 ，Eminem 的，或者说 Adele 的一些老歌。对，我不知道为什么反而最能打动我的是老歌。除了火锅，说实话，我的第二个食物就是面。对，我特别喜欢吃面。对，我个人非常喜欢这个单品，就是它是在 Louis Vuitton 的那个2020年的一个宣传片里面有出现到的一个风筝，一个绿色的风筝。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今年也特别喜欢绿色和紫色，然后那个风筝让我其实很怀念小时候那种向往自由的感觉。我觉得那个风筝它其实就像，它反映的不是说啊我们要去怀念童年这个东西，而是说那个风筝就像我们自己一样渴望自由，对，但是又被现实的线牵着，这是我对那个风筝的理解，除了外观漂亮以外。就是我觉得它唤起了我对一些所谓童年也好的回忆吧，还有包括我自己一直也渴望自由的这样的一个心理。